掌声欢迎雷佳音、杨幂、郭京飞、董子健、杨迪。哎呀，阵容好强大！我们是金牌小说家队。这轮的题目是菲菲来。这好演，最好演的就是这个，形体一出来就差不多了。杨迪准备就绪了，来传递开始。五个字啊。鸭，鸭，这是第二个字吗？鸭子铲土。这是连贯的。突出这个重点，没毛病。Hello， 你好。你好，你好。鸭子，可能是。几个字？五个字。鸭子吃食儿呢。乌鸦喝水。乌鸦喝水。委屈你了。这个是一个连贯的，我要做出来。这个，然后，我都给你跪下了，你看看这样。对，然后就慢慢就这样。还这样，我也不知道为啥。小鸭拜大年。拉错了吧？是这样啊？啊，这样。哎呦！轻点，轻点。时尚。你肯定猜不出来。是这么演的吗？就这么演的吗？杨迪就这么演，五个字是吧？五个字。你可以，你是表演大师，你的智慧、阅历、美貌，压缩饼干，你知道压缩饼干？压缩饼干。杨迪，你也有问题，你得把那个和那个剥离开。需要让百亿票房男神上来啊！可以，来吧，哥，让他们知道什么叫这个鸭子呀。这几步很帅了，走过了，你要就这儿演得了，你这里可以，这里可以，这行啊。你很奇怪呀。是，你这鸭子这儿演的也行，就是。然后呢？信念呢？下去，自己给演羞了是吧？猜不出来了，答案是死鸭子嘴硬。这个我也确实没听，死鸭子嘴硬。但是有点道理。确实演的也不好，但是确实也没猜。你演的好是吧？嘴硬，咱们就演一个嘴硬，怎么说？嘴硬你演演。死鸭子好演。嘴硬。忽闻牧羊人笛声。牧羊小童，杨幂啊。杨迪。杨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通过路人甲乙留下的蛛丝马迹去推断他们到底是谁，也需要很多的想象力。这轮就
就考考想象力。第一轮上来画的是秘密啊，来，秘密，秘密，我坐在你那个位置可以吗？为什么呢？是你的任务吗？什么？想换位置是不是？大恩总说上一期你做那个有效果，让我这期也做一下。坐过去吧，坐过去吧。我不，不不不，上次我就因为坐过去被人怀疑，这次我就绝对没错没错没错，绝对不动了。我是觉得这种这么明显的说要坐过去，我绝对不认为这是任务，就像我在台上跑来跑去一样。你别把我拉下水，你自己。你就是为了这句话吧，就是等了半天就是等这句话。对对对啊，那就不做了哈。好好好，不做了，开始答题。那个雪人、蘑菇、冰雪奇缘、雷佳音。那个这个是个手手啊。比心，比心。不是，要钱。手。要钱。手，这个是个手啊，手，你过来呀，哎，腾哥，你过来呀。下一题，哎，三个字儿啊，哎，雷佳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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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人回答正确。两笔就能猜出来是我。头大。哎呀，没事，你就画，我能猜出来。你最近说过这个人。我最近说过这个人。歌手。啊，主持人。啊，三个字。啊，主持人。A B B。主持人 ，A B B， 张大大，对了，哇，怎么我最近说过这个人？你说啥呢？你说啥呢，杨幂？网友没发现我说的是他。对不起，对不起，咋了？是背地里，背地里说过他吗？没有，没有，他没说过这个人。他给我来这招，我最近说过这个人，我笑死了，而且我还猜出来了，最重要的是，下一题，下一题。先画啊，那个 F4。No， 五个字。王牌对王牌，组合，这肯定是组合。手牵手。然后再画一个关键的字。花。花。火箭。花儿与少年。跟我有关，那个。跟你有关。花。那个姐妹什么时代？时代姐妹花。花花正确。然后再猜一个。那四个人还在是吗？对，还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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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杨杨杨迪杨驼杨幂贾玲正确。杨幂，这个还在，这个人还在，对对对。啊，这个好画，这个好画。头魔法，神出鬼没。鸡，鸡，四个字儿，然后，神雕侠侣，哎，正确，正确，你是怎么看出来的？因为那个一个胳膊那个是杨过，我要疯了。哦，刚才是个雕，长得跟鸡一样。哦，哇，杨迪你太厉害了，太厉害了。可以啊，这种画风我猜出来真的像偷了题的。真的凭自己脑子答对几道题多有意思啊。我就是凭脑子答对的。哦，这个也好画，这个也好好，这个好画。然后这个是一个，这个、四个字啊，四个字。然后那个牛魔王，这孙悟空吗？这是紫霞仙子。他还能那个沙僧外传，变成沙僧外传。哇，又来个雕，又一个雕啊！他还能变成这个九尾妖狐。四个字一个经典的电影，《倩女幽魂》。哎，对了，哎。
吃错。这你能猜出来？倩女幽魂什么时候会变成狐狸啊？狐狸了。对不起，这个聂小倩不是狐狸精，你求你了。不是狐狸精，你怎么能知道变成狐狸？你都能猜出来。你看着跟我哥去的。偷主意。你代替他的位置也就算了，你还代替他的智商。我也想知道你是怎么猜出来的，我都看不出来。我不猜了，我都怀疑我偷题了，我真没偷。最后一题，我们来看一下啊。七个字，哎，我要认真画了啊！这是一个墙，然后这是一个女的在这站，女的在这站着，然后呢，那边的女孩看过来，一起去看流星雨。啊，那个周星驰那个啊，集中的七个字，它是一个人物关系，对，人物关系。霸道总裁爱上我，正确。哇，玛丽苏之光。哦，这就是霸道总裁啊。这不是霸道总裁爱上我吗？臭流氓也这样啊。臭流氓跟霸道总裁的区别是，霸道总裁壁咚他的时候，对方是不跑。哥，实话，这是我认为今天本场你的第一个包。开了，直接开了。小童，快速分析一下，你目前怀疑的是？就是玲儿姐。因为我刚才拿那个瘦脸的那个磨了半天，用得很顺哈。如果这个是我用的话，我怎么我现在早就瓜子脸了。我不也跟杨幂差不多脸啊？那你得拿刮刀那是。但我跟小彤想的是不一样，就是我是觉得那个箱子有那个按摩枪反而像玲儿姐的，因为里面有卷发棒。而今天玲儿姐头发，玲儿姐今天后面的头发很卷，抓到了，很卷，后面。哎呀，我还以为你是羊毛卷呢。哎呀，后卷的呀。然后里面那些养生的、按摩的，刚好玲儿姐那个昨天也去按了一下，所以我觉得玲儿姐是会要养生的。玲姐，又是你。然后另外就是刚刚贾玲姐说了一句话，就是。冤枉啊，事情是怎么反转成这个样子的？不对，我觉得贾玲姐没有队友，就是没有人帮她说话，感觉都在踩她。你们不要低估杨幂的智商哦。所以你不能反省一下自己为什么上次被冤枉吗？你这次我觉得是蜜姐和玲姐。而且他们俩刚才其实有感觉是一出戏，这边踩了一下，然后这边说哎呀其实我不觉得是你，然后把矛头指向刚才别人指认的人，所以我觉得是很可疑的。目前来讲是玲跟蜜蜜身上怀疑最多的。 Yes，下一轮有可能你们是能够最后拿线索的机会了啊！经历了他没有完成任务的这样一轮之后，他们一定会下轮他也拼了，再给他们爆出来点随身的东西，可能就露馅儿了。大家讨论的真的是非常激烈，我们稍微放松一下，换一换心情，让我们有请沈作家和蜜作家共同合作带来歌曲《爱的供养》。
其实来将你供养，只期盼你停住流转的目光。请赐予我无限爱与被爱的力量，让我能安心在菩提下静静的观想。差不多的身体总是差不多的自行打理，差不多的自己总是差不多的泡好枸杞，差不多的我，差不多的你，一直差不多的画笔画着差不多欢喜，我交的差不多的兄弟交换着差不多的秘密，差不多的面具，差不多每天都要演戏，差不多的工作，差不多的业绩，差不多的拼搏，差不多的努力，差不多的生活，差不多的各种问题，大部分的时间差不多都在解谜，差不多的表演露着差不多的笑脸，差不多的中年人面临差不多的危险，差不多的诱惑总会面临差不多的失落，差不多的难过总是流露差不多的脆弱，差不多人差不多对号入座，我是差不多先生，所以差不多就得了，我是差不多先生。我用尽一生一世来将你供养，人世间有太多的烦恼呀，路人甲路人乙他们今天的终极任务是找到火爆的后槽牙并且向他开枪才算成功。我们要不要公布那个我们看到的消息？你们可以说，可以说什么消息？我们看到的是一张工作牌，2014年春节联欢晚会。2014年六年前，那这里头没有几个人参加过呀。玲姐，你去过吗？我还真忘了，上太多届了，忘了都。小童应该也上过，没14年，没有没有。花花应该也没有，没有没有。秘密应该上过，对，也是秘密。路人甲，这是你们最后的机会了。二舅，我这一枪我也不打你人，我打你鞋。你那天为什么要穿个高跟鞋？你别把人鞋跟打掉了。三二，摁呢，哥。还真能打出来啊。疼吗？疼，真破了。你这种碰瓷儿节目组根本不吃。接下来请火爆的后槽牙向前三步，三二一。这轮我们要比的是两队的这个模仿能力以及肢体协调性。是的，我们也给青春偶像队呢请来了一位非常厉害的助阵嘉宾，他就是最近正在热播的奇幻悬爱剧《司藤》的女主，著名演员景甜。热烈掌声欢迎他。欢迎景甜。Hello Hello， 大家好。这关我们要考验肢体协调、动作记忆。肢体协调。哎，别结巴呀你。凑合。言语上非常谦虚啊，努力的目标就是战胜王牌家族。好，来稍事休息一下。好，谢谢。这轮啊，只要学前一个人的动作就行了。来吧，季豪。你看他们在热身，好恐怖啊！太可怕了。来了啊！哦，那是眼神啊，要眼神，眼神。有哎，啊！第二个动作是什么？第二个动作了，摘眼镜了。啥？啊！这什么什么啊？这是。
这一季我想问一下子啊，这一季咱们是招特技演员吗？兄弟，我都别那么的了，我跟你说啊，我在最想就这么着我都行了。他这个太夸张，不行。好，可以。啊！哇！哦！好，第三个动作，我来个简单的吧，简单的扫地机器人。哇，这还挺可爱的，这个。咔咔咔咔，扫地机器人。要再更低一点，扫地机器人了吧？对。你既然扫地机器人，那我到我这儿我就来个拖布。说这个节目就叫谁也别想好。你是单纯针对花花呗？对。拖布，拖布。不用手啊，用肩啊，用肩走路啊，用肩。哥陪你来。哎，厉害，看俩谁第一。哇，厉害厉害厉害！好。加一个花花自己的动作，我就来个简单点的姐。对你好吧，刘姐。直接介绍花花的，再来个自己的。我做一个那个程程曾经做了一个，程程是我心里的丑五届代表。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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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哎呦哎呦哎呦，有有有有马里来。我自己的啊，怎么怎么啊，行行，不是玛丽，我想问一下，你是故意跳的这么丑的，还是丽姐那个？不行，你这个丽姐的神韵没做出来。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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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就宝哥那个，那个可以做，我真可以做。来来来来来来，哇！这样吗？亮哥，可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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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起来来！哎呦，哎，加一个自己的，自己加一个，自己加一个，我加一个稍微难点的。哦，可以的。啊，劈叉，真的吗？啊，劈叉可以，可以可以可以。太难了，那劈了，可以吗？哇！哇！孙一浩加油！孙一浩，我们在这边加油。我为什么是最后一个？我们在这边给你加油！太厉害了！你肯定可以的。最后一个真的。加油！加油！你做到极限吧，极限就不行吧？扶一下，怕你受伤了。看你能到什么地步？看你到什么地步？我真的很硬，很硬。没事，我来。没事，我扶住你，不用怕，不用怕。我真的很硬，可以啊。没事啊，可以吗？我手了啊，裤子还有三秒钟就破掉了。我也是，你已经要断了是不是？来起来吧，我已经断了。好，收。哎 ，OK， 你自己加一个吧，大招。加一个最难的。哇，最后一个就很难了。可以了，可以了，展示一下就可以了，后边就没有人再说了。请放歌。这也不会吗？
我不背。会不会？虽然你有点大女人，既然说过，你算来算去只是春春。你算来算去只是要证明，再证明我最爱你。漂亮，目前还没有很对，再唱一遍我听听。唱他那个，唱宝哥这句，唱宝哥这句。既然说过要爱你三分，还有什么要到这个节奏了？对对，是就我唱的这个呀。你唱的哪个？你唱。你说来说去只是要证明，再证明我最爱你。对，就这句。确定了吗？确定。要如果说不是的话，我自己一个人来。来，春春，走。我再捋一遍啊，你再唱，把前面唱一唱。我还是爱你的，不要在旁边偷偷算计。你算来算去，只是要证明，再证明我最爱你。漂亮。回答错误。你的倒数第二遍是对的啊，但你最后一遍给我的答案是你算来算去啊，那是骨子刚才没清晰。是对的。谢谢炸呼八火的宝哥，谢谢宝哥在里边添乱，谢谢、啊、一个人负责六桶水，谢谢谢谢宝哥，谢谢。本来春春都对了，非常感谢。恭喜王牌家族获得了最终的胜利。在杀青宴之前，我们也给青春偶像队一个小小的惩罚，景甜要配合王牌家族来完成一段指定表演。天哪，景甜这样啊、就是王牌家族里你选一个男士和你来进行搭戏。那就是刚才那个青春的王牌啊、青春王牌。哎，放下这颗毛豆，哥，放下这颗毛豆。快霸道我！侧面一点吧，哥，这边的墙吧。这边啊？这边的墙好拍一点，对，我们能看到。这不是成谍战片了吗？这是。贾玲学一下啊，如何壁咚一张青春王牌？好，三二一。Action！ 别动，再动的话，我可不敢保证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问你，这人世间有那么多鱼塘，为何你偏偏要踏入我承包的这片？那天人家迷路了。哎呦我天哪！给你一杵子。你没看到前面有那么大一片吗？飞到我这儿来，那今天我就要告诉你，从现在起，你凡事都要听我的，我就是你的主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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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人！景甜的青春记忆当中，我们想来问一下，就是哪个时间段是你觉得自己成长或者蜕变最大的时间？这一路走来，这个演艺事业、演戏、做演员这个职业，可能一直也遇到过很多的大家会看起来的普遍的一些困难、挫折，比如说大家没有认可你的作品，没有认可你的业务，质疑。我觉得这是在我可能在2019年之前所经历的10年之间的一些困难跟挫折。但是2019年的时候，有一个比较重大的一个经历吧，我自己觉得我好像已经
丢失了自己。对，因为我可能没有想到生命里还会发生一些之前会觉得自己无法承载的一些痛吧。会有一段时间比较极致，我是严重到可能就是说几天几夜我都会出不了那个房间。抑郁了是吧？什么方面的事情导致你会这样？私人的事情吧，自己的心情不受控制，会一直往下沉，就像在一片海里面全是黑的，也没有人能给你一个救生圈，就一直往下走。那段时间我才知道，其实有的时候你这个心情的养生可能会比身体的养生更重要。我可能有一年半没有拍戏，在拍这个司藤之前差不多快两年。这个时候你就是比如说我团队让我去接戏让我看剧本，我就觉得我屋子都出不了，然后我紧张到我觉得我很害怕告诉别人这件事情，我怕我身边的人以为我是在用一个什么东西在小题大做，或者说是我也怕他们担心。那现在走出来了吗？现在是走出来了。对，我现在好像很多人都，尤其是当演员的好多都有过多多少少有点抑郁症。嗯，对的。其实不只是演员了，就是每个人的人生，你想要成功，你想要实现你的愿望，你有欲望，你想要索取，你就一定要付出。那在付出的过程中一定会有挫折失败，还有这种这个错落的这种感觉，然后失落的感觉，然后也会有失去自我的时候。但人最终战胜自己的还是你自己，其实很多时候别人是帮不了你的，你只能靠你自己咬着牙生挺过来。我特别赞同小明哥说的。你说完这个话我就知道你为什么在司藤里边可以演了一个这么强大的女人了。谢谢小明哥。我们奔跑吧是大型户外竞技真人秀节目，是由浙江卫视节目中心推出的。节目既体现了团队精神，又以年轻的表达方式向大家传递了家国情怀。全新一季奔跑吧会以更具创新意味的全新姿态与时代一起奔跑。非常好，特别有号召力的一轮拉票，请王牌队开始拉票，计时开始。王牌对王牌是浙江卫视推出的大型原创室内竞技真人秀节目，由浙江卫视节目中心制作。节目精彩，好看。完了。不是，你们俩怎么说那么短呢？姐，都录这么多戏，你还不知道，就不应该给我俩留这么长时间。对，怪我了。我们赢定了。哎呀，这个环节很显然双方打成了平局。啊，什么？啊？这是平局。跑男家族有什么意见吗？有意见也没用啊。好，那就是没有意见。那咱们进入下一个环节。第二个环节是两队各派一位答题人进行抢答，答题人分别有求助队友和去掉一个错误答案的两个特权可以使用。两位听我的口令开始抢答，三二一开始。李晨抢到了，请答题。什么？1998年啊，1798年。陈哥，我帮你念吗？用吗？你念吧。1798年8月，在阿布基尔海战中，法国舰队是被以下哪个将领摧毁的？请选择。哎，我们是不是有一个寻求队友提供帮助的机会？对。好，我选 B。好。好。我肯定这个答案 A。为什么？第六感。好，就选 A。选 A。 哎，等一下，我们去掉一个错误答案。什么？很显然去掉的是 A。 Baby 听我说，看着我的眼睛，用你神奇的第六感，你告诉我最不应该选哪个。这最不应该选 C 啊。陈，选 C。 跑不了，我选 C。 回答正确。耶、你看什么？你看，
来，开始抢答下一题，三、二、一，开始。这题花花抢到，请看题，这是一道非常难的选择题啊。下列选项中哪位诗人被誉为诗仙 ？A. 李易峰 ，B. 李宇春 ，C. 里昂纳多·迪卡普里奥 ，D. 李白。这也太不公平了吧！这道题我选择求助队友。来，你求助谁？我求助贾玲姐。实话说啊，这道题问我就是问对人了，因为我记得不会就选 C， 我选 C， 里昂纳多·迪卡普里奥。漂亮，贾玲。这题关系到家族的荣誉，你确定吗？我要不要再给你一次重新选择的机会？那要是能重来，我要选李白。对了，谢谢。这一轮经过激烈的比拼，双方再次打平，下面进入最后一个环节，默契大比拼。给他们展示一下，我跟 baby 试试，他们实在太厉害了，我也不能确定啊。拿出全部的实力吗？50%就 OK 了。预备，开始。就那个玩的那个撕名牌。哎，对了，下一个。那个谁？尼古拉斯凯奇。耶！帕瓦罗蒂和戴玉强。耶！不是，就那个，啊！一醉光阴，一醉金，醉金难买寸光阴。Yes， 全对。不是，这都怎么猜出来的？默契。这配合太默契了吧？是不是我漏题了？我再想偏袒你们，我都偏袒不下去了。我宣布，获得浙江卫视年度最佳综艺天团的是。跑男家族，有请颁奖嘉宾为获胜者颁奖。Yes， 恭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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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哎呀，这个奖杯真的受之有愧啊，沉甸甸的有没有？是是是，真的是，哎呦，我觉得虽然今天我们来是挑战，但是你们也没有什么黑幕，我非常欣慰。想看我们了，优秀的就是优秀的啊，哪有什么黑幕可言，冠军奖杯就应该由你们捧起。那咱们家族也别难过，输了也同样有安慰奖，有请工作人员上一下安慰奖。什么安慰奖？还有欧洲15日游。不是，你等会儿，等会儿，等会儿，这什么？啊！谢谢主办方对我们王牌家族的鼓励，我们一定继续努力，来年我们还拿亚军。谢谢谢谢。我已经不是主持人了，我是咱们家族的了，100万可以平分了。那是肯定的，腾哥，主要的功劳都归你。来，请出题目。要画啊，不能说啊。这么严肃，他关键不会画。圆毛人名啊，是个人呢。沙溢老师，我的头发就这么四五根。丁老头。沈腾，不对，这个画工实在不行。葫芦娃。葫芦娃爷爷，你老在他嘴那儿。对，他的嘴那是不是有点什么问题？这人嘴有点凸，嘴歪。谁嘴歪啊？杨迪。这人大家都认识吗？请问？都认识。这个给我们一个范围吗？偶像花花。我。郭富城。刘德华长这样吗？花花也不长这样了。哎呀。这真是从小，你说你画画你练练呀，你身体又是一张脸，又是一个耳朵，不如刚才那张脸。这个啊，发型还变了，发型这不是你本人吗？我画的这个表达的是一情绪，我只能看出他不怎么高兴。
一个不怎么高兴的演员。马景涛。马景涛。难吗？难。觉得这个难？你老擦它干啥呀？这不好。为什么呀？这个步骤很重要。一擦，一，吴。吴亦凡。吴亦凡。正确。啊啊！等一下，吴亦凡要哭了。他为啥不高兴？烦啊！啊，这个烦啊！实话实说啊。你这个站长的位置啊，就这么传递，应该会降下来了，应该待不了站长。我们站长就一个人。哦，第二题来了，第二题来了。哎，你就是你别画人了。我画啥？那是我决定的吗？是那么题词版决定的，好不好？他在画动物。兔。骆驼。恐龙。这狗吧。狐狸吧，这是耳朵那么尖。这是什么？独角兽。这是马。都擦了。这是一个内容吗？马没了，马没了，马冬梅。正确。啊！天哪！这就是默契啊。对啊，就腾哥有一个绝招，就是把它擦掉，是一个很重要的信息传递的量。对，又一题。怎么了，吴亦凡？羊。羊。这是个啥？我想知道怎么看出是羊的。那不是脚吗？起码看出来这是脚了。好丑，不管它是什么它都好丑。杨幂。杨坤。嗯、杨颖。杨千嬅。杨紫。都不对啊。杨超越。他还在画，这是画什么呢？画了两个人。杨托俩人啊。两个人代表什么？杨子姗。两个人代表杨子姗。他还挑咱毛病呢。我们努力的在想都谁姓杨。不一定是姓杨哈，不一定是姓杨。名字里有杨。易烊千玺。正确。你易烊千玺，你整出个搬家来就千玺了吗？一只羊牵着男女在一起，是不是喜啊？哎呦我去！哎，到目前为止，精英特工队答对过没有？没有，太难了。你们王牌特工队，统一上的美术课，这美术老师教的好啊。思维逻辑很重要，你为什么非把你的精力落在我画的东西像不像上面呢？是。哇哦，这个我希望大家是抢答啊。哎，好嘞。那得你画的像才行啊。哎呦，这是什么东西？竹。竹。杯子。baby 啊。不会吧。啊，这是玉米。李宇春。但是真画的不像。嘴吗？这是。谁的名字里有嘴呢？没画完还有。山。张一山。不对。风。李易峰。不对。哎都绝望了。你让其他的站长都绝望。这个猜不出来，我稍微有点纳闷了。是啥呀？我美术生涯里面画的最像的白菜。蔡国庆。蔡徐坤。对。徐是什么？徐。这个徐要不要再有一个手会不会好一点啊？非得往外吹。我这不一样吗？坤是什么？
昆仑，昆仑，你好意思说这是昆仑？我也没法画呀，那玩意儿。先画一正面的。他是胡子吗？笑口常开。哇，牙，笑掉大牙。兔，这是兔子。唇亡齿寒吗？不对。血口喷人。正确。血口喷人。祖博老师，先别擦，刚才周一围吧，把你捧得有点太高了。这张嘴强调的好像也不是血吧，强调的是喷嘛。下一题。哦，苦思冥想。哦，一帘幽梦。哎呀，电视剧看太多了。一言九鼎，一斤呢，九九九，一诺千金。不对，这个不对啊，这个不对啊。斤，斤斤计较。千金，千金难买我乐意。哦，一跪千金啊，那个西夏黄金，荆轲刺秦。不对，有钱能使鬼推磨。这是个动作啊。我知道了，千金求子。千金求子，你那都电线杆子上的广告了，那都是，那都啥呀？那都是啥呀？这不像吗？哎呀，我天哪！这个是对的啊，金是对的哈。还有一个辅助这个标记的，这还不是千金求子？他的肚子。我先问一下，这个成语我们知道吗？必定都知道。不一定哦。考虑一下我跟腾哥的文化水平。你把这个放到这儿可能会好点。哦，负荆请罪。哎呀，厉害。哇，藏不住了，完了，暴露了，暴露了。我也是个文化人，这么难的成语我都会。最后一题，最后一题。哦，太难了，你用谐音话也行，或者你演呢。不，那还有一个游戏呢，等会儿。你可曾知道我们有个游戏叫传声筒？悲喜交加，哭笑不得。哭，累，梨花带雨。哎呦呦，这怎么回事啊？不对，最后一个字，最后一个字，累，最后一个哭啊，抹泪，哇哇大哭。这是第几个字啊？第三个字，第三个字。鸟，鸟哭，鸟，确实很像。哎，人哭，孩子哭，这个你们懂吗？刚才画过，孕妇。怀胎十月。哦，那孩子出生了，有一成语叫什么？哇哇大哭。这是一个动作。生。然后，那第一个字就是。第一个字来了啊。笑声哭，乐。乐极生悲啊。正确。乐极生悲啊。正确啊。哎呦。一听到一伟老师的答案以后，显得我们没有文化的哟。笑声哭。腾哥，我就是感觉明显两队啊不太一样。我们属于聪明，都打吴亦凡、鹿晗。然后那边都是有文化，都是相对的。哥们儿啊，第一个啊，哎呀，哦，这个难了，这个难了。哎呀，这个难了！你那水平能给你出啥难题？你快点的吧，别给自己加菜了。这真难。第一个字啊！哎，好嘞。
呱呱。这是皇皇上、国王、国王。哎，差不多啊，接近了。王妃，不是不是。皇帝。国看着啊，关键的啊。胡子，沙僧。身上有剑。哎哎。国王与剑。这是剑，好。王剑。国王的宝剑。我看着答案，我也猜不出来。哎，好，第二个字啊。行、啊，这不考虑了啊！行、啊，这不考虑了啊！第二个字啊，主要看第二个字。一共两个字啊，这首歌，但不好画。有这样的，然后哎，剑操。哎哎哎，第二字对了，第二字对了。曹操。正确。啊？谁说的？曹操。对了。曹操和。下江斑驳，月光太温柔，曹操不如说一心养的曹，前面是曹啊。曹操，我本来想着能直接把曹操人物画出来。你拉倒吧，你自己啥本别人不知道，你还画曹操。我的天哪，曹是不是感觉到了是吧？曹感觉到了。我发现沙站长是画动画片出身的。对呀、啊、哎呀妈呀，哎，这个这容易了啊，这太容易了、啊，真容易了、啊。动画片又来了啊，简单化啊。下一步呢？简单化啊。纤夫的爱，泰坦尼克号，开船的人，不是，都不是啊。重点还没画，不是，这不是海了啊，这不是海了，这陆地啊。那个梁祝，不是，没事。梁祝，看着啊，重点啊。对面女孩看过来，河海相望，啊，这个别忽略了啊，七个字儿，五指，七个字儿，指山外观全河，不是山外观全河可以，也没山呢，七个字儿、哎，七个字儿，七个字儿啊，画之前那个信心满满的，关键来了啊，我一画你就能明白，哎，中间两个字儿，我再提示一下啊，中间两个字儿啊。八个人，八仙过海，八仙过海，对，有中间俩字儿，过海，这个别忽略了啊，中间两个字儿，过海，漂洋过海来看你，漂洋过海来看你，正确，对，漂洋，天哪，这真是纯靠猜出来的呀，这所有元素全有，海飘。漂洋过海来看你，你看你可以那个为啥画个互相看呢？对，那把那所有我们的思路全扰乱了。应该看单箭头啊，应该单箭头是吧？对，这样就对了是吧？